饿，我饿，那你站在这儿别动，哥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是你哥，照顾你天经地义，而且我能烂在泥里，但你不行。等我凑够钱了，就送你去上学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老板，这次当我借你的，以后有钱一定还给你。小薇，快跑！哎，小兔崽子，给我站住！哥，哥，哥，你不要死！哥，哥，我不要你死！傻小子，不傻。你记住，你是一个男子汉，以后不要像我一样偷东西，要堂堂正正的做人。哥，你不要离开我！哥，你不要走！哥，你不要离开我！哥，医生，他到底有没有事儿？病人的头部受到很强烈的撞击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对以后的智力会有一定的影响。通俗点说，就是会变傻。什么？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吧！我愿意为您当牛做马。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吧！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哥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嘴馋了。哥，我来照顾你，哪怕不要这条命，我也要治好你。不要没有屁用啊！他们都已经这样了，治不了了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哥会这样吗？啊！小兔崽子，你哥要不是偷老子东西，他能被车撞吗？你爸妈呢？早就都死了。哎，老子这是造了什么孽缘？等你哥醒了之后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跟老子回去。跟你回去？不然呢？让你们继续在街上偷东西，还是死在垃圾堆里啊？反正老子没老婆，跟儿子，就当发发善心了。以后你们两个跟着我吧。我家的嘞。哎，兔小子，记住啊，上台时刻警惕点儿。放心吧，干爹，我肯定给你拿个金腰带回来。小薇，这是要打比赛去啊？是啊，先生。小薇，加油！叔叔加油！你今儿个又给老娘打了几个碗了？啊？这个笨蛋！霍叔，你这一大早看那个小仙女，臭小子，老夫比你都硬！哼，嘴最硬。小甜甜，让我们有请十战七胜的黑虎登场！接下来有请挑战者李威。咦，行了行了，黑虎，你要对挑战者说些什么？三分钟，三拳放倒他。好，黑虎，好，好。李威，黑虎作为舒恩氏集团的一名悍将，你有没有压力啊？还有三分，打完我要回家吃饭。三分，好狂妄的年轻人啊！居然说三分钟之内要 KO 掉黑虎。那么好，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两位选手带来的精彩格斗。
真的是三分钟。哦，你看吃不吃？先生，没门票不让进。什么门票？我是来找小薇的。管你什么？你小薇没票不让进，你别欺负人啊！我们家小薇可厉害呢。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那你滚！小孙总，您没事吧？你他眼睛长屁股上了？你才不长眼睛呢！你干嘛骂人呢？你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哎，我的雪糕，哎，我的雪糕，你赔我的雪糕！我赔你大爷！今天不给我们小孙总舔干净，你就别想走！我才不舔呢！小薇说了，东西掉地上就脏了，不舔。你傻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好像是的。我不理你们了，我找小薇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我不管你真傻还是假傻，敢往我身上扔东西，你他妈是第一个！你们这些坏人，你乖乖放了我！我们家小薇从里面出来，我让小薇打你们！那我倒要看看，你的小薇能不能救得我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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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些坏人！这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。本少爷呢，还有事儿要忙。然呢，平平好。啊！哎，我的妈呀！你是真傻。处理干净，别你看城管做生意啊！是，是。松开！你们弄脏我的布娃娃，那是小薇送我的。那小孙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说吧，把他给我摁住。是。傻子，你跟老子脾气很好吗？是。坏人，大坏蛋。坏。那又怎么样？小薇说了，坏人活不长，都死得早，是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坏人。你猜，今天是你死得早，还是我死得早？我才不会死呢！小薇说，我能活到100岁。嘴拉直了，愣着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别过来！哎，小薇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哦，你就是小薇，他是你哥。小孙总，打赢黑虎是我的事儿，你别为难我哥。什么？黑虎都被你打败了？你挺能打呀，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多少。今天只要你能站着走到我面前。我可以考虑考虑，放过你哥俩。好，我答应，但是你不许再动我哥一下。好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拿什么打赢黑虎。好，打得好，小薇，打他！小薇，小薇，厉害啊！
怪不得能打赢黑虎，有实力，但是不够。请宋总放我哥，不是要你出山。不急，我现在又有时间了，陪你哥俩好好玩。宋海，输不起吗你？我输不起啊，我是输不起，怎么了？来，好好伺候伺候咱们这个拳王。你们别打小薇，不要打小薇。我有钱，我给你钱。别打小薇。臭傻子，你他妈以为我跟你一样傻？只要不打小薇，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什么都能做？哦。跪下，从这爬过去。哥，你不要爬。哥，不愿意啊。继续。不要，别打，我爬，我爬。臭傻子，今天我就告诉你怎么做一条好狗。哥，你起来，我不需要你爬。快爬。这他妈是个傻子！小孙子威武，威武，威武，威武！老朱，你冲我来，欺负我哥算什么本事？你是刚才没爽够吗？哎，我爬完了，你快把小薇放了！臭傻子，你他妈是真傻呀！这还没玩够呢！你骗人！骗你怎么了？让你弟干我，来呀！你是坏人！我要跟小薇回家。哎呦，哥，快走啊，哥！你说你们两个兄弟啊，一个傻子，一个是条狗，弄死你们就像弄死蚂蚁一样简单呢。小孙子，啊，放我走，求求你！什么？求饶了？太晚了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哎，我好久没打棒球了。你说在这打棒球什么感觉？别！我求你别打我哥。我是专业的，很精彩。看好了，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大哥，没事吧？小薇，他们都是坏人。我保护你。小苏总，没事吧？妈的，一群饭桶，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上来弄死他！废物！妈的，上来干死他！李卫，你可想好了，我是孙氏集团的人，你今天要是动了我，你不会有任何好下场。你要动了我，今天你和你哥都得死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，总有不在的事。我们小孙子可是孙氏集团的少爷，想要弄死你哥这个废物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弟弟，不回家，我都饿了。你打的是孙氏集团的孙海？我也是，没办法我才动手。动了他，就相当于跟整个孙氏集团为敌，他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你们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大不了我让他再打我一顿。要是真这么简单的话，孙氏集团也不可能在这里只手遮天，到时候别说是你，就算是我也逃不了。干爹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好我哥。孙海
那边我会去和他做个了断。小兔崽子，哪儿你都不许去！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。干爹，哥，我惹出来的事情，我自己解决，绝不能牵连到你们。说谢谢。哥，那小薇给。哥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拿好这个东西。小薇又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等我回来了就带你去旅游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小薇，你不要我了？怎么会呢？小薇要去做一件大事。那我也要一起去。你不能去，只能我自己去。那不行，我要和小薇一起去。哥，小薇要去的地方很远，你跟着我不安全，以后你就跟在干爹的身边，好好生活。你就是不要我了，电视里都说了，要去很远地方的，基本上就不会回来了。你如果你也不要我，我死了算了我。如果我不要你了，十年前我就把你扔了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十年，我每天都在担心你过得开不开心，吃的好不好，穿的暖不暖，我怕你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过得有多潇洒。我也是个人，我有自己的梦想，我甚至想过掐死你，然后我再自杀，这样我们都不用过得那么痛苦。你是30岁的人了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要学会自己生活，万一哪天我死了呢？小薇，我要做大人。干爹，小安，没事儿，别哭。干爹现在就教训小薇，给你出气。小兔崽子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别忘了是老子把你养大的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没舍得碰你哥，胆儿肥了你！爹，不关小薇的错，都是我惹小薇生气。不管是谁的错，他这么做就是错的。是，都是我的错，难道我就不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吗？小猪崽子，你有选择的权利，你哥当年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吗？他要不是为了养你，又怎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？去去，爹，你快吃。哥，你饿吗？我不饿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哎，小薇，小兔崽子，人越大，脾气越大。小薇。我听你的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要做大人，我要学会自己生存。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？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妹，
小薇，小薇不哭，小薇不哭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，不生我的气了。这一大把年纪了，被两个小兔崽子弄哭了。哎呀，行，回去睡觉。李威，他妈给我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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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新义界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这个混蛋，又是这帮坏人！哥，我先带你出去。哦。孙涵，你又想干？我干什么？你打了我，我爸都不舍得打我，你敢动我，今天这事没完。孙涵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想怎么样我都接着，你别为难我哥。那就要看你的实力了。哈哈哈哈，拳王北海眼力不错嘛，今天只要你能打赢他，我就给你们兄弟二人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不小心被打死，那我就送你们兄弟俩一起走。那就试试。嗯。呀啊呀！啊呀！啊啊啊！呀！呀！啊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小薇，加油！大坏人！妈的！小薇！小薇！小薇，我保护你。好啊，兄弟情深呐！啊，你这说一份规矩，我说让你们比武，我没说我不插手啊。你们这些坏人，你们就仗着人多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打不过小薇的。我们就是人多呀，你们也叫人，我等着。没人，没人帮你，那我就让你们尝尝得罪我的下场。儿子，你这儿热闹啊，干爹。哎，还有霍叔和钱婶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他们是全场的，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哦，老子都不怕，你怕个球啊。小薇，我们新义街从来不主动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想当年老子一双拳头干翻周围十三层天，还怕你们这帮小杂鱼。臭小子，今天就让你看看老夫当年的风采。小兔崽子敢动老子干儿子，是不是皮痒了？不死的你活腻了，敢这么跟老子说话。在老子面前叫老子不懂规矩，愣着干什么？上，弄死他！老东西，我来喂喂你。好啊！你是？哎呀，年轻人，话都说的不利索，要不老夫帮你治啊？毒师，结巴个屁呀、啊！老子化解是让你解决麻烦的，不是让你丢人现眼的。不是，还不快滚！我这就滚，我这就滚。我这就滚。小薇，饭店好厉害呀，把坏人都吓跑了。小薇，你们两个小子就给我看好了。当年我们混的时候，你们这帮臭小子还在穿开裆裤呢。小子，还疼不疼？老不死，
少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，我不信了。站住！混蛋！啊，过来啊！啊，干爹，他刚才怎么打的你，你就怎么还给他。干爹，打人是不对的，坏人才打坏人。你看，干爹是坏人吗？小薇是坏人吗？不是不是，干爹和小薇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干爹跟小薇啊，打的都是坏人，他罪有应得，你打坏人是在做好事儿。啊，干爹，我知道了，我要做好事。我可是孙氏集团少爷，你要是敢动我，都得死。你是个坏人，我要做好事。退！哎，这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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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怕一个傻子不成？弄死他！哥，走吧。小薇，我打的是坏人。对，他们是坏人。臭傻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敢动我哥一下，保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你还真是嘴硬，看来刚才打你还是打得轻了。小薇，他是坏人，揍他。好，哥，你看好了。好。你们这群饭桶，愣着干什么？要看我被打死吗？小孙总，我们快走吧。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。小孙总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而且年纪这么大，万一闹出人命。出人命算我的，给我上！今天五倍奖金。五倍？好。这么长时间没打架了，正好拿你们练练手。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为小孙总报仇！冲啊！呀！小薇，看好了，以前婶也是练过的。这不可能！我周叔好厉害啊，干爹！臭傻子，你狗叫什么？我发誓！干爹好厉害！你们知道了，再敢有下次，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没有，没有，还要打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放下来！还不长记性？打！哼！你们以多欺负人少，算什么本事？刚才是你说的，你现在就可以叫人。叫就叫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。云树，你快点带人过来，我被人打死了。叫吧，看你能叫点什么牛鬼蛇神。一帮小喽啰。老夫的心呀。还正想找个人试试呢，你们人都别走啊！我的人马上就到，放心，这死定了，我等着。干爹，打坏人！干爹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还有周叔和田婶，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。你只需要知道，干爹我不比你知道的那些拳王弱。奎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少爷，
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能动得了你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小葵，几年不见，你混得挺不错呀。刘哥，你认识？这个就是当年连胜了十几个各国拳王的顶级拳王鲍爷。当年他胜利以后，就选择隐退，再无消息。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奎哥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既然认出来了，那我也不废话，把今晚我们这里的损失赔了，然后滚出星域界。我不介意让你永远留在这里。是是是，我们这就派，我马上派人送钱过来。走啊！你们给我等着啊！我都早晚把你们这平了，看你们怎么嚣张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这美女，闹着玩呢。这个臭小子，下次见到他，看我们好好修理他一顿。干爹，你好棒啊！你把坏人都打跑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薇，等以后再来坏人，我保护你。好，以后我就听哥的。行了，别贫嘴了，赶紧啊，把你们房子收拾收拾，早点休息。大半夜的，我可困了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记得把钱收了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要直播了，我要去看我的小甜甜了，不跟你们扯了。你才来呀，甜甜都要输了。输着网名，还真是与众不同。这个老不死的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色眯眯的。小心他半夜偷看你洗澡。对不起。爸，你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恶气。我要强拆了新一街，让那些老不死的滚蛋。你还知道你自己惹的事儿啊？爸，不是我惹事儿，是李威先动手打我，我气不过。李威的干爹是王大宝，那可是顶级拳王，我都不敢惹，你敢？你是嫌自己活得长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既然得罪了，那就得罪到底。你是我儿子，要打也给我打，还轮不到他们。对，他们凭什么打我？既然对手很强，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孙总，您难道要请那位出手啊？自从他登上巅峰以后，一直想找龚大宝，想与昔日的拳王一战，那我们帮他一下，未尝不可呀。太好了，我要弄死那些老不死的。快点儿，再快再快，还不够，快再快。说拿快。兄弟，你的本事还不够啊？还不够吗？嗯。好厉害。所以说差得远了。我要和他打，我恐怕坚持不了这么久。你呢，太小瞧自己的天赋了。这段时间只要好好练拳，打一特不难。嗯，对了，干爹，你说孙海他们会不会再来找麻烦？他不敢，至少这段时间他不敢。那就行了，赶紧练拳吧。
我不是小孩，我是大人了，我要赚钱，我要照顾小薇和干爹。先生啊，我们这儿还没开业呢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怎么回事？还没营业，让您进来干嘛？经理，他说他是来应聘的。对对对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老板，我什么都能干。能干什么呀？我能吃苦，我还能打坏人。那你跟他过两招试试。打架是不好的。嗨，切磋而已。你也不行。老板，我能行的。来，继续。行了，你不适合干这份工作，回去吧。老板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没必要。听没听见我们经理说的话？赶紧滚蛋！等等，等等，是你。坏人，孙根总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他是一个小可爱，闲不住是吧？上来，给你机会。来来来，上楼。去。你能给我个什么工作呀？那就得看你表现啊。啊，不是，你想要什么表现？我什么都能做。你有才艺吗？没有。我这是高端场所，你没有才艺，连服务生都搞不了。那怎么办？简单啊，没有才艺你可以学呀。对对对，我可以学的，我学东西可快了。你想让我学什么才艺？先来个简单的，学狗叫。学狗叫？对啊，学狗叫。街上的狗怎么叫你没看过吗？我见过，公园里面可多狗呢，我知道。来。真像一条狗啊。还差一点。叫出来。哦。我。这是小狗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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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这是大狗，大点声，再大点声，哇！叫不下去了，听话啊！那我是不是可以了？但是不够。捡起来。哦，等会儿，我说是像狗一样把它捡起来。像狗一样。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我他妈忘了你是个傻子了。狗叼骨头见过吗？叼给我。叼起来。这样太不体面了。小薇说做人要体面。体面？你都学狗叫了你还想要体面？你还想不想挣钱了？你还想不想替你弟弟分忧了？我想。我叼。你真是条好狗啊。这个傻子，头头就是一条狗嘛。小孙总，我们会真招一个傻子进来了。他傻你他妈也傻呀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找点乐子呗。我叼起来了，是不是可以了？不错，你第一关已经过了，但是还差最后一关。啊，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把我鞋舔干净你就可以入职了。傻子，还不赶紧跪下把我们小孙总的鞋舔干净。这可是你的荣幸啊。
我不点。你们这是在侮辱我。你他妈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别不知道好歹，能给我们小孙总舔鞋那是你的荣幸。一个傻子还知道侮辱。我不在这儿工作了，我要回家。老子的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我要回家。傻子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。我不在这儿工作还不行吗？来都来了，事情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上次是你运气好没能弄死你哥俩，今天就不一样了，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。先跑，你能跑得了吗？你们都是坏人，我要回家找小薇。你回不去了。你放开我，坏人！有这功夫，不如跪下来给我磕头道个歉。小薇说了，这辈子只归父母，打死也不给你跪。妈的，还是个硬骨头！切，多久？小薇和干爹一定会替我收拾你们的。他们奋斗不了多久了，等我玩死你，就轮到他们了。你做梦！给我松开！去你妈的！架起来。小薇会给我报仇的。还他妈嘴。我去。给我打，打死算我的。哎，肖孙总，我们会所还没开业呢，不能让我出人命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冒犯人命的。我留着他的命当诱饵，请君入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去新一街通知王大宝和李威，告诉他这个傻子到我这儿，让他们来孙家地下全场找我。我把我哥怎么样了？李先生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你就算打我一顿也救不了我哥。我们小孙总说了，在全场等你，或者隐瞒。带路。哥，傻白。李威，就你自己吗？比那些干爹们呢？算了，你放我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恩怨，跟我哥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我可不这么想。今天你们兄弟两个都得留在这儿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和我的人打一场，只要你能打赢，我就放你哥。怎么样？我凭什么相信？你现在只能相信我。好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我喊你干什么？你打他一拳，我就打你哥一棍。我是看他先倒下，还是你哥先死？小薇，你不要怪我，你快走。哥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。他妈愣着干什么呢？弄死他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打呀！站起来！小薇，你不要管我，你打倒他们！我真厉害！你可以听你哥的，但那样的话，我就保不住你的命了。
小贺，李威，现在只要你跪在我面前求饶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饶你。做梦！今宵不去吃罚酒，弄死他！废物！孙海，我赢了，快放我哥！你的确很厉害，能打赢我的人，但是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对我的侮辱，这样就能让我饶了你？还想怎么？再打一把，这次你的对手是他吗？是不是我打赢了他们，就放我？对，如果你能一次性打倒他，我就放了你这个傻哥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这一次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那还怎么打？那就不关我事儿了，你只要用手，就算你输。小妹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小妹。还在这口叫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别，别打我哥，不用手就是，算你识相。小妹。是哥哥没用，是我连累了你，不然你也不会挨打了。哥，我们是亲兄弟，没有谁拖累谁这一说。你是我哥，别说是挨一顿打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不会咒下你。好感恩的兄弟情，我都快吐了，给我上！小妹，你快走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我看你有多能打，今天我就玩死你！现在就跟一条死狗一样，弄死你轻而易举。放了我哥，你想怎么对付我都可以。等把你弄残了，以后你们就是傻子跟瘸子，多般配呢。你。我犯，不是你欺负小妹。小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别惹我，别惹我，你就是我。今天我要是不对你哥俩做点，我孙海的名声就受到了侮辱，以后还有谁会怕我？明明是你欺负我们三千，难道我们还不能反抗吗？欺负你们惨，你们就是不能反抗。你们就是弱者，底层垃圾。你们要是反抗，只会带来更严重的下场。比如这个，我，叔叔，臭小子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还好你干爹让我来找你，不然你可就完了。怎么样，还能斗吗？没问题。叔叔，你快救救我哥，这里交给我解决。好。你自己小心啊！哼！啊！敢他妈打我，给我上！闭眼！小安，你怎么样？叔叔，谁能解决他，我给谁100万！叔叔，你快救小安！小安没事。让他发泄一下也挺好。孙涵，李威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啊！我动你一次就能动你第二次，你要敢动我，我下次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你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。奎哥，好好教训他们。放心吧，你说你打赢了地下拳王，上次没有机会和你交手，这次让我看看你实力如何。那你看清楚，有点意思，实力不过如此吗？还是坦言亲吧。那可不一定。爸，救我！
告诉我能把所有人引过来，怎么就引过来两个？爸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来两个人。算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喂，星一劫今晚过后就彻底没有了。你对星一劫做了什么？也没做什么。哦，对，我安排了一些高手过去，今晚过后星人和劫就将彻底的不复存在。他们跟你无冤无仇，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无辜不能做。自从他们给你撑场子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已经被卷进来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辜的。人呢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既然他们选择跟我孙家对抗，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没错，这么多年跟我们孙家作对的就没有好下场。一会儿我去新一街让他们尸骨无存。这群畜生，我要杀了你们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小薇，打他！天下第一杀手邪神，有眼力啊！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先出手。让我先出手？没错，如果我先出手的话，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。呀，太脏！周叔，那对手是我。李威，心急如焚了吧？那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绝望的滋味。哎，根本不会做我对手。啊！在我的手里算是你的福气。周叔，走。快走！我们看，周叔，你先坚持住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要管我，你先走。啊，小薇！哥，该死！年轻人呢，力量太弱了，不过还有提升的空间。去死你大爷！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邪神弄死他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有资格支配我？邪神，犬子不懂规矩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要记住了，不是你们请我来，是我主动帮你们的。是是，你把你干爹找过来，否则我一寸一寸打断你的骨。做梦！哼，给脸不要脸！快带你哥走，去找你干爹，别回来了！哼，找死！周叔，快走啊！周叔，先解决你们，再解决你干爹，一样的。邪神，不用找了。我在这儿呢。宝爷，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如果我早点出来，恐怕你活不到现在。那我倒要看这当年拳王的实力。你的力量不错呀。不愧是拳王啊。这趟来迟了。好了吧，看看你还能扛我几拳。干爹，哥和周叔。放心，干爹马上跟你们一样。我混蛋，这他妈都能让他们跑了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没忘，找死！邪神，别生气啊，我儿子是有点不懂事。孙大军，害你的人赶紧找到他，要不然你孙氏集团没必要存在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这孙氏集团也太不是人了，气死老夫了。他们竟然趁着你们不在要强拆仙一街，要不是我们拦着，恐怕我们仙一街就没了。现在不是拆迁不拆迁的事儿，最关键是周峰死了，这两个小家伙还被他们打成了重伤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孙氏集团就是土匪强盗。王大宝，你这么厉害还让他们两个小家伙出事儿？对呀，你不是去救他们吗？你这个拳王归哪了？他们请了第一杀手邪神，我不是他们对手啊。世界级拳王，这个邪神我倒是听说过，听说此人出手极其的狠毒，但凡是他对垒过的，伤残的几率很高啊。我们新一街岂不是保不住了？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哥这么善良，被他们打成这样，还有周叔，要不是我。臭小子，你都伤成这样，还怎么让他们血债血偿啊？王大宝，你当年的绝招呢？赶紧传给小薇啊！解决不了邪神，周峰就白死了，咱们新一街也保不住了。我就算传授给他，他也不能马上掌握呀，更何况他的手。或许老夫有办法呀。老夫从医数十年，这种事情我还是有些经验的。老家伙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救人呐！我先接好你的骨头，然后疏通你的穴位，再封住你的穴位啊。期间会有些疼，你有人督啊。霍叔，你来吧。好。鬼手还魂术，你这个老家伙隐藏的还挺深呀。活动活动，小子，之前该传授给你的也传授给你了，现在最后一招一定要看好了。接到的消息，新一街的人没有离开过，他们肯定含藏在某个地方。真是个阴湿的好地方，把他们都找出来。是。老大，上面没人。老大，这儿没人。老大，这也没人。老大，这边也没人。老大，这也没人。还有藏身的地方吗？老大，怎么回事？你有我弄死他！呀！呀！呀！你们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？有点，咱恢复的够快。李飞，今天我们孙氏集团一定踏平你们新一街。我谢了孙氏集团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拳！我有点期待了。你等一等，我先和孙家算账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三番四次欺压我们兄弟，还害死了周叔，这个账不能算。李威，别以为你提升了一点实力就了不起了。我们有邪神在，你动不了我们爷俩分毫。你们那点恩怨我不管，你得保证算完账之后得竭尽全力跟我打一场。我答应。邪神，邪神，
你不能袖手旁观啊！邪神，我们孙家请你来是为了对付他们的，你不能置身事外啊！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跟高手过招的，你们那点破事我没兴趣。你，跑啊！跑，跑得掉！干你了！错呀！这么强？你就这点力，太弱！怎么可能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不可。霍老头，你这老家伙手里藏了不少好东西，那臭小子喝下去，直接冲破了任督二脉，瞬间领悟了我的绝学啊！那是，老夫虽然说是绝命毒师，可这毒啊，用得好就是救命的神药啊！别吹了，那小子本身天赋就不错，今天一定能对付得了邪神。邪神，今日过后，天下再无邪神。这一拳是为我哥打的，这一拳是为周叔打的，这一拳是为星一街打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连邪神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李威，杀人可是犯法的。我不杀人，自有人来收拾。孙大军、孙凯，孙氏集团私自设立地下拳场，偷税漏税，以个人违规手段扰乱市场，现在所有产业都已被查封，我们走一趟吧。撞我！撞我！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小薇，哥。干爹，小薇，你天赋异禀，考不考虑当个拳王？我只想陪在我哥身边。一条真龙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风生水起。我哥才是真龙，和他比，我只能算是一只老鼠。